在台大已经30年了。那这30年来，加上这10年来的教书经验，有个非常大的感受或结论，就是中文教育很重要。因为我常看到，就是等到大学来，我要教他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高中生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我自己是学生命科学的，我很清楚一个人，我想各位大家很清楚，各位都经过高中哦，高中是你谈恋爱第一次谈恋爱，当然那个晚一点，啊，第一次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种经验其实都是刻骨铭心哦。那你在高中所受到的很多事情都会影响一辈子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哦。那么所以呢，台大从梁校长、李校长以前还有。以前的几任校长都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师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当然非常肯定现在的师范体系的中等教育的老师，但是能不能加入一些一般普通大学的师资呢？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努力的。那真的也感谢那个师长、教育部，那么师长还有那个我们主师培我知道师培经营很辛苦。那么最重要还是我们那个台大的很多系所的帮忙，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各位伙伴高中的学校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要你们没有你们的话那我们的很多老师都没办法做很多实习啦，或者是市场经验。所以各位是非常，我们是很感谢的所以那个今天很高兴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等一下也会颁个奖那么那个会有各种的这一种方式。那么那个每年都会办一个那个研讨会，那今年的主题就是网络霸凌那我觉得其实不止网络霸凌，其他很多在学校的也有这些事件。那我自己也经历过，看到，很幸运的我是没有那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会反映到一个社会的公义、正义、侠义义和义。那么说真的我觉得就是说我每次在碰到难解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符不合不符合社会正义，符不合一般人的公益心。所以假如再回去年轻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假如我看到这个，其实我那时候体弱多病，还没有多病我在那个初中高中的时候，但是我想这一种公益心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谁能够敢，当然站出来你可能体无完肤，你不敢站出来。那今天这个研讨会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些方针，给我们一些大家一起讨论的空间所以非常谢谢各位今天来这里那我预祝今天的会议还有颁奖成功谢谢各位，谢谢。